好了，这就到了小院儿。这样的感觉还不错，我们停到这儿。啊，月龙去和他们工作人员沟通去了，接水接电，80一天。看着这边的美景，哇，爽啊！在拉拉提这样的美景中，还能接水接电，这小日子是太舒服了哟。好，现在全部搞定。浪狗，浪狗，想下来玩不？下来吧，看看我们的新家怎么样。嗯，奔跑，奔跑吧，浪狗，看看我们的新家。走吧，肉卓。向往的生活，接个任务。派你去下田摘菜去。你去给那个导演说一下。导演啊，肉导演，多少菜换一顿肉，好吧？啊，多少菜换顿肉？着魔了，这个小妮子着魔了，走吧，摘菜去，摘菜去，要拿这个吗？不用吧，要洗不用，就手抓着抓着摘回来之后再洗，对，对，走。哎呀，我看你觉得像个婆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向往的生活。真，哎，我们这边真的是太舒服了。龙导演，多少颗菜换一颗肉？两颗。你这个太便宜了。对，因为他还没出汗呢，就结束了。老师他们都是一千个看不起呀。咱们要拔一千颗菜，这院子不计。没了。这边刚刚老板给我们说了，蔬菜你们自己去院子里边摘。想吃什么摘什么，你看这边好多各式各样的菜。好，我们就准备搞点菜，回去煮火锅吃，羊蝎子火锅。哎，这是油菜花啊，油菜苔是吧？长老了，长穿了。长老了，这个。对。从这边开始收吧。这个是啥？哪个？这个是啥菜？是小青菜是吗？是消费菜。是吗？嗯。要不要搞点？要不要搞点？喜欢吃这个。你不喜欢吃这个。嗯。我天菜都开始烧了。这个是小白菜，我们可以搞点小白菜。搞点小白菜。啊。来吧。你总得好点。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把小刀来？对，应该搞个小刀子。一切。你不可能。一个连根拔吧。肯定是连根拔嘛。小白菜是连根拔，你菜场买菜的时候哪里看到有？肯定带根的呀。哦，是吧？断了人家活不了。哎，我都忘记了，我这是多没有这个，就是个生活经验。我再看看还有什么，那边还有好多呢。能干的小肉佐可以。主要这土地这边还可以。啊，这边黑土地，这边都是黑土。够咱们吃了就行。对。行，那也就拔不了几颗了。拔不了。那个是不是油麦菜？哪个？就你前面这个，旁边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油麦菜吗？这个啊。啊。不是啊。是啥菜？也是小白菜，有点像那种。要不要搞一兜？搞一兜来吃好吗？好，搞一兜来吃啊。吃不死就行了。吃不，他这个菜地里面种的菜肯定吃不死人呐。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扯小人哦。扯小人。哇，这边菜长得好吗？这边是白菜，也是白菜。也是别菜。那走吧，我们就搞了点这个。这边的好。香菜啊，啊？是香菜吗？是是，哎呦，这是天，我好久没吃香菜，香菜，天，老多了。这个香菜煮火锅，这个我们贵州就是这样吃，对。啊，四川、贵州都这么吃。哎呦，舒服得很喽！看有没有葱，有香葱就更好了。这个是长老啊，这个长长的是长老啊。你看一下嘛。不过也够了。够了吗？你要拌辣椒水不吗？我不拌啊，我这个辣嘴巴还没好呢。哦，你这个玩意儿又对，你们吃。那葱还是长这个花骨朵嘛哟，真的是。葱也长花骨朵啊？葱不长。葱长。葱长。长这个蒜苔吗？长这个韭菜吗？不长。就是嘛，真的是。这也是韭菜吗？啊，这边是韭菜。
对，肉佐是玩嗨了，肉佐最想干的就是像何老师他们那样搞这个向往的生活啊。哎，这波生菜长得好好啊，老公。那就摘了嘛，摘了吃了呀。生菜也可以煮火锅吧？生菜谁说生？火锅不好吃。可以的，这是什么菜吗？我不知道。啊？不晓得。来求助求助网友们，这个是什么菜？赶紧告诉我们，我们明天可以吃。叶子不是这个。不是吗？看底下有没有东西、啊。嗯，好像没有东西。没东西，没有根。好像没有。是叶子。这不知道是啥菜。啊，那边还开花了都。会是花。结果就是花。吃了捞肚子。好像都。这个。油麦菜。油麦菜。哦，油麦菜。它没长长开的。哦，油麦菜长大了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那个油麦菜太小了，来搞点吧。油麦菜。油麦菜是不是要炒啊？没有，也可以煮火锅啊。也可以煮火锅。那就来上一兜吧，两兜。啊，这个油麦菜长成了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看的那个太小了。啊？你这个？我没得抓的拔。你为啥不拔呢？油麦菜可以做什么？豆豉鲮鱼油麦菜。对，炒素炒油麦菜啊这些。好了，我们把这个米饭给热上了。一会儿可以吃米饭，吃火锅，爽的要死，是吧，浪浪？看看我们今天的晚餐，羊蝎子火锅。这个全倒也行。现在开始留下吧，这个倒是做这个火锅汤底了。没有，这个我会做的，是吗？嗯。好爽啊！这一锅羊蝎子，哈哈。上次给肉肉买的这个米露米酒，肉肉看着就想要，哎，好不好喝吗？好是好喝，嗯，但是它没有酒味。这个就是米汤的味道吗？它就是一个，我刚抿了一小口，就是水蜜桃味道的米汤。嗯，好，我们还是专心的等这个火锅吧。不过是好喝的，我觉得主要是还要蘸那个。好吃哇，这个。哦、太爽了，这个位置，哎呦，好爽哦！夹在米饭里就不吃了，吃个米饭就好了。哇，盐巴够不够？够。嗯，不是他吃那块是我们昨天炖的啊，咱们没有这么大一块啊。哦，对对对对对，哎我，你这是昨天的，对啊，这是昨天的肉。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肉呢？我说呢，我说我把排骨切成小块小块的了。啊，这个也是昨天的吧？好吧，也好吃。今天的第一坨练的不对啊，看哪些是吧？这个属于是吗？嗯，这个是。这个是啊。嗯。这是昨天。啊，不会吧？我说我这个啊，你看有这么大的。我说又来个昨天的。发现今天没什么用，都给我切下来了。嗯，好吃。你蘸点这个，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味道蘸这个。嗯。啥也不蘸，就这么吃。嗯。这个羊肉汤泡这个米饭太香了。是吗？嗯。非常的好吃，特别鲜。把肉吃的差不多了，现在开始吃菜了。这都是我们自己摘的有机菜，好爽。他们都说香菜特别好吃，哦、我也拿一筷子。很重的香菜味是吧？是我们太久没吃了吗？不是，这是在这种不干，这个是有机的吗？就小时候吃的那一点点哈、嗯，小时候你拌凉拌菜吃这个，两三颗就可以拌一大碗那个凉菜了，就是那种感觉，是吧？嗯，好好吃。吃饱了，喝足了，收拾完毕，回到房车做作业。一美好的一天从看我们自己家后院的宵夜花开始。哦，好漂亮呀！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
终于不用下雨了，太好了。娜娜，你看我干什么？嗯？想出去？嗯？走。嘿嘿。娜娜娜，坐，坐好，快点儿。对，然后憋不住了，在抖，但是依然要听发号施令才行。你得听话啊，得当一只听话的狗。嗯，走。啊，凳子都被吹倒了。昨天啊，今天早上的风挺大的。走吧，啊，我们出去逛一逛。哎，那边有只大狗过来了。完了，六，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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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着，抱着抱着抱着。先侦查一下，它是公狗还是母狗？母狗的话，浪浪会被咬。那边有只大狗，看，好大。走开！哎，喊得听就好。来，你就到这边了，你别过去啊！我好不容易把它赶走了，你别过去了啊！啊，看不清是公狗还是母狗。要是公狗的话，浪浪就不怕，他们可以玩；但要是母狗的话，浪浪会被攻击。但是小米露就惨了，呵呵，小米露会被攻击。在这样的环境中遛狗，简直是太舒服了。娜娜喜不喜欢？嗯，娜娜没空理我。啊，我们这后边一排是他们以前的拖挂营地，是房车酒店，属于是。但是因为政府不允许他们弄，所以只能是荒废到这儿了，看着好可惜啊。然后今天呢，我们会开车出去，玩，把这条线上的所有的景点挨个都玩完，带大家领略一下拉拉提的美。快拉屎去，快拉屎去，你再不拉的话又回去咯。不想煮，直接泡吧。一碗常规操作的泡面弄好了，泡着。今天想吃硬一点的，不想吃那种煮的了。吃饱了，喝足了，打完收工，汤都喝完了，这样不用找地方倒，还方便洗锅。哎，爽了，走吧，洗锅去。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出发，我们出去玩景区去。沿途的风景是真漂亮，满山的小野花也很好看。这边呢，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这边你去规划成景区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有很多牧民，如果说他不把这个牧民迁出去的话，在这边的话，那这野花野草是长不起来了，因为会被牛羊吃掉，啊，
现在的话就是这样子圈起来的话呢，最起码它保护了这个植被啊，我们能够看到茂盛的这个野花和野草。看前面有个当地的牧民骑着马在这个草地里边，哇，好帅气。我说草地草原啊还得配马，汽车都不好使，还得配马，哪儿都能去，舒舒服服。看路牌前面有一个叫戴格拉斯的地方，我们现在开车过去看看。哎，好像是养马场啊，好像是养马场。哦，前面那栋房子是养马场啊，右边是赛马场。其实没有这个赛马节目。这边是个啥地方呀？给周卓把两边的这个纱窗给装上了，然后给他把窗子全部放下来，我们下去逛逛。这个天啊，你别看还挺热，在车里边很闷，这样的话不至于把肉佐给弄中暑了。好吧，走起。来看看这个景点是玩什么嘛，还有个小溪啊，来这儿坐无人机的民族服饰出租，出租每人每件20，然后骆驼照相，照相10元，骑游30元。前面还有无人这个直升机。这个小机场很像我玩那个 GTA5 上面那个 Trifro 他们那儿，他那个地方抢的那个机场一样，有直升机，有这种小的这种螺旋桨的这种小飞机。对，美国的这种农用飞机好像是撒种子喷药啊之类的都会用的这种小飞机，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跑道就可以起飞降落了。刚刚询问了一下价，750一个人，然后飞10分钟，但是4个人起飞，要不就2100包一架飞机飞10分钟，好贵啊，10分钟。哎，走吧，太贵了，坐不起啊。坐直升机啊。坐直升机的。对，多少钱？2180包机，一个人的话4个人起飞，一个人750。来进入我们第三个景点。来，请各位游客啊，在这边停好车啊，然后呢，把车移到一个停车的方位啊，然后该下去玩的该下去玩哈，10分钟以后上车啊，不要迟到啊。我们进来的时候呢，发了一个自驾游的这个攻略啊，戴格拉斯是刚刚那个就是飞无人机的地方啊，不是飞无人机，坐直升机的地方，坐直升机的地方继续往前走，那个国际赛马场的旁边嘛，对吧？继续往前走，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叫什么民俗家纺，民俗家纺伊提根赛啊，就在这附近了。走吧，逛逛去。